咱后边这丛可能啊树吼，它的树龄大概在百年上下，也当恭喜台南，甚至在台湾算是可以排得上前十名的老树。那这张老树现在位置在鹿儿潭很的商业区的土地，那我们害怕它开发的过程当中，这棵树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求市政府，一方面把它列入珍贵树木，经过委员会的审议，把它保护下来成为公共财；另外一面，我们希望文化观光处在纪念性的建筑物这条指定线能够往外推移几公尺，把它涵盖在内。我这张计划也当标准的过来，那台南市成为一个环境跟生活可以融合的健康城市，让这个居住的品质更好，也符合一个院辖市的起步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帮助这棵老树能够保护下来。谢谢。赶快啦！吃饭。